慈善会未来会变成南天宫的一个类似比较主要性的一个服务相客的一个慈善会的组织跟宣传。以我个人的经验，这类慈善会我应该是算第四个、第五个，就是说，我成立的，包括从金山财神庙的慈善会开始，一直到我们的台湾天宫地藏慈善会，到嘉义中和欢喜希望慈善会，另外我还成立一个桃园市的大溪储蓄工作社，就对政府的这一些，协会的成立，我还小有一点点经验，所谓四副五会，这个算是第四个或第五个，不管它第四个、第五个，这个慈善会，就是对我来说，刚刚虽然不是改生哈，按哥让我感情会比较浓厚一点，所以我未来也希望这个慈善会它的运作可以按照依法依政府的一些公告的 SOP 下去做。而不是一个类似急救站或打烂仗，或者是说啊，我的我阿伯的我阿妹的，大家先把这个态度给凝聚起来，因为咱平常情况，善是免费的，善也是无价的，爱是免费的，爱也是无价的。这个慈善会不是你家己讲哦，你爱管偌济钱，管偌济钱，有当时啊，管钱足重要，按个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可能是你捐的时间或是你捐的智慧更重要，这是当一个慈善会的一个最大一个努力。只有秘书长、会计还有出纳，当然秘书长、会计兼出纳，或是执行秘书，或是我也可以在讨论是不是要设置一个副秘书长，都可以，只有这些人员就非你监视的，可能是要常驻推动我们这个慈善工作的人员，才会有薪水，但是在我是希望啊，这些善款有捐助的善款都得来不易了，我们既然有新做的话，那个李刚在第一届的时候，慈善会还没整个发展稳定之前，能够先做自工，只要南天宫澎湖潜水哈有搞灵感的哈，伊种也是咱来成立这个潜水台湾慈善会，咱未来啊哈，咱也是有成立这个潜水哈二五国乐哈，未来有这368个乡镇哈来巡回来这义演啦哈，伊种散播爱，咱参咱澎湖潜水哦，拢会做出巡啦哈。咱的这澎湖潜水是全台湾唯一只是澎湖潜水，是来办这个那个台湾潜水大方慈善会的这个筹备会。那今天是第一次开会，那因为我们就是有感这个澎湖潜水的神威，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大方慈善会，可以让澎湖潜水的神威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知道，那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弱势团体。那将来之后我们会有很多的就是相关的互动，那再请大家持续关注。认识我，我是主委的朋友。这里每个人都是主委。对，这里每个人都是主委的朋友。我看在你家这块地啊，今晚不多，看在你千岁二五一万。我就是二虎老师这样子，那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成立大会，筹备会。那我觉得我们在未来的方向，我们慈善的方向有很多方式啊，大家可以共同。最年长啊，没在。最久、最资深的闺蜜，一路来都不离不弃。谢谢，要跳过。